我这么麻烦下载它干嘛呀？我这有英雄联盟，这客户端玩不香吗？我这电脑玩的不香吗？我还拿手机玩。全军出击！我这 iOS。安卓下简单，我没有安卓手机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。灰烬之中，宇宙重生。找到你了！哦，小绿人。戳一刀，再戳一刀，中风，戳，平 A， 平 A 接戳，接平 A，Q 闪。EA 一走，平 A 一走。一扣耳链呀，没有意了。刚才那个扣闪居然没中，哎嘻，回家。高手过招，还行吧，这不太算高手。维恩应该是也没了。下版本维克托加强，加强挺多呢。戳个鸡，一中风。这波不打，在这控一手线儿啊，这个线儿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这个小驴人就很难受。打个眼儿的，毕竟不是中国游戏，不是游戏要版号的，你得批。提不下来是上不了国服的。来一波，没人呢，回家了。890块钱，正好整个叉子。啊，叉子不够。那小驴人上哪去了呢？小驴人挂机了，我空了一波线给空挂机了。和谐是谎言，从者为奴隶。这就挂机了？
啊，没挂机，这不来了吗？会扼杀灵魂。中风。那我不推了。我们不推线啊，就把线放在这里。你看他跟不跟我打？我现在六级，他三级，我就补最后一刀。反正他是个近战，我也不推。变革之风，真理从他们的指缝中。这波推了，控不住了。我是不是就漏了一刀？我太狠了，我一刀没漏。我6分49秒，60个刀。果然还是得这种不费蓝的英雄补刀好补。射我。这一个辅助跑过来要射我。一过来，一 Q 耳链 A 一，中风。这波没玩好，其实我想帅一波的。哎呀，小绿人怎么跑过来了？这小绿人不是说挂机了吗？怎么又上来了呢？这风墙让我吃饱了，你吃啥饱啊？我刚才挡着了，你以为我那风墙没挡到啊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以为是真的，以为刚才风墙没挡到技能吧？感谢 KKKU。谢谢 KKKU 的游侠。算了，这小绿人也不知道上哪去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挂机还是不挂机。推吧。吃个鸡去，吃个鸡，这样我们就能100刀了。干嘛不交易？为什么不交易？为什么不交易？瞧不起我？
哎呦！害怕。我的剑刃。完了，这波兵丢了。哎呀，可恶！没兵就是弟弟，那肯定是弟弟呀。那亚索肯定得靠兵啊。这英雄没兵，那怎么玩啊？靠戳跟人戳，那是肯定是不行的。我那踏前斩用不了。这蓝枪的 F 六就是永远也没有啊！我这一看呢，哎呀，没暴击，90%暴击没暴击，赶紧把中塔拔了。没有人管，我可继续拆了啊！中风，哎呀，居然有 F 六，我可以好好的刷一波了。不要管那小绿人，直接继续推。小绿人下去又死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下去干啥。中路没人守着是吧？我这也就是没有峡谷。好难受，刚才有两个兵没收到。把咱家野区都给他收干净，都给他搜刮干净，知道吧？给他整的溜干净。这条小龙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波。哎呦！哎呀！这有点不像人了啊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哇哦，奥纳夫，差点我迁坟了，差点就。差一点啊。这奥纳夫怎么12级啊？别怕。别怕，兄弟，有我在，不要害怕。
没什么好怕的，我的兄弟，我的好兄弟。把他们家三郎给他搜刮了，没了。我看见蓝枪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三郎没了，但 F6 肯定有。耶、yeah? ！打我脸是吧？生命的意义是体验痛苦。VN 呢？VN 不在了。投降了？啊？为啥呀？哎，连波团都没打就投降了。大家玩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。